麻辣牛骨髓。今天做的太入味儿了。又来吃原油大骨髓了，哇，这里边爆空啊，四圈得勾一下子，要不然下不来。炖的牛骨髓，香。用这个卤料包去卤的，这个19.9发40包。平常时卤肉炖菜，像什么炖排骨啊、鸡呀、鸭、鱼肉都可以放这个卤料包的，它里面是调制好的，就花椒、八角、大料那些。哟，这个缩了呵呵这么一点。刚好一锅炖的，有的它就很满，有的它就会缩起来，不能炖久了，炖久了它就缩了。
吸个牛骨髓，弄身上，哎呀，妈呀，真难弄啊，不好挖，费劲，有点费劲。你看里面这油，那么一会儿再吃这个啊。哎呀，妈呀，用这边。好久没吃牛骨髓了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个小双击。这个是真正的牛骨髓啊。哪回咱没吃假的呀？那你们看这里面，看到没？
巨无霸牛骨髓。太香了，这牛骨髓啊一定要做成麻辣口味的最好吃的。Thank you.